解题思路就是这样了，你自己去试试吧。嗯，回座位上自己做吧。他怎么笑的有点诡异啊？不管了，先订正吧。铃上的步骤那么详细，讲解的也很透彻，怎么我自己重新一做还是卡壳了？又陷入数学的漩涡了，真像个傻瓜。我放弃了，数学太难了。学霸就是不一样，学习比吃饭重要。我还是先去吃午饭吧。凌晨，吃饭去了，大家都在外面等你一起去吃饭呢，试卷等我再写呗。你们去吃吧，我先不去了。哦，那我们走了。徐静书的反应会是欢喜还是惊讶呢？我桌子上怎么有本笔记本？是有人不小心落下的吗？本子里面有写名字吗？啊，数学大题的订正，好工整的笔记啊，还有详细的步骤和步骤说明，这不会是……好好订正，不会的来问我。订正的不错，看来有好好思考，希望你考试的时候也能有这样的思路。好的，谢谢老师。接下来没什么事了，你回教室吧，好好学习。啊，好的，老师再见。终于结束了，其实都是笔记的功劳，应该怎么感谢他才好？先把笔记还给他吧。啊，睡着了。等他醒了，当面还给他好了。其实，他长得还不错，字写的真好。谢谢。怎么醒了？是我说话太大声了吗？我打扰到你休息了吗？没有，我只是趴了会儿。怎么样，数学会做了吗？会做了，谢谢你。笔记还你。留着吧，送给你了。可以问你个问题吗？可以，只要不是关于数学。我只是想问你，为什么不来问我？我们离得那么近。这一题好难，怎么做呀？对呀对呀，教教我们吧。不知道，我也不会。好冷淡啊。之前看很多人问你问题，你都说不知道，我怎么问你啊？原来是这样啊，他们问太多了，我懒得回答。不过要是你来问我，我肯定会教你的。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笑笑不说话啊？老觉得他有什么目的。